各位观众，大家欢迎回来我的频道。今天呢，我是一名新手爸爸，我要在老婆回来之前呢，照顾好婴儿。那我们唯一的目标就是不要让婴儿死掉。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。Go！ 哎，等一下，怎么淹水啦？我的婴儿呢？现在怎么回事啊？咦、呀，要怎么办啊？婴儿好像死了，我也死了。好，这次我一定要让婴儿活下来。我的小孩呢？在哪里？是在躲在垃圾桶里面啊？来看一下，有吗？没有，没有在这里面。这里吗？呀，他在给我喝东西啊！完蛋了，不要喝啊！他中毒啦！快点快点，喂他水果可以解毒吗？人呢？这里这里这里呀，可以吗？哦，恢复了恢复了，他有 79% 的血量啊！再喂他一颗苹果吧！不要跑，你不要跑啊！呀，不能补血，好吧，我要好好照顾他。完了完了完了，不要去水里不要去水里，不要不要。要摆动啊！挡得住吗？下去啦！完蛋了，要不溺死啊？哎、欸，给我在下面游泳呀 ！Oh no！ 它变紫色的了！啊，死掉了！好，这次我一定要让婴儿活下来。Hello， you， 不要给我乱吃哦！上去啦！呀，喝牛奶变超胖的。等一下，先把冰箱门关起来啊！等等等等等等，完蛋了！吃水果可以吗？他现在一直拉肚子啊！吃水果有用吗？呀，他去拿！不要吃水果。会好一点吗？不行啊，还是一样胖啊，而且还是一样一直拉肚子，完蛋了！哦，这个能吸它吗？呀哟！啊，恢复了，恢复了，恢复了，没事没事，不要乱吃啊！哎，啊，我一直被它呕吐物还是大便的滑倒，哎，它要去哪、啊？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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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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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。你不要乱喝，不要乱喝啊！这小乱喝乱吃哎、欸，乖乖的不行吗？呀、yeah, ，不行不行！啊，他喝了清洁剂了，水先关掉吧。有水果吗？先找水果给他吃吧。哦，这里边这边，还在给我玩水啊！耶、yeah, ，不行。这个吃盘子，哇，淹水啦！啊，我死啦！哎呦，活过来，活过来，活过来，还有机会吗？哦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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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不要再玩水了，会有水灾，不要乱吃。哇，他胃好像还是有点不舒服哎、欸。还有水果吗？冰箱里面啊，没有了啊，这可以吗？耶、yeah! ！水怎么又在喷啊？喂他吃这个喂、啊，这个不能喂啊！完蛋了！呀、yeah, ，快点关水！啊！完蛋了，没有水果啊！他是会死掉啊！哎、欸，好像还好哎、欸，他去喝那个，不要不要不要！哎呀，不要！呀、yeah, ，回来，你给我回来哦！哎、欸，完蛋了！回来，回来，回来！啊，不行，我一定要救他、啊。有没有都？啊，这边，这边，这边可以用这个救对吧？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冷了，冷了！呀，不要！不能让他死了！呀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！啊，来不及了！啊，这次要让小孩活下来，超难的，冷了。他人呢？
客厅也都没有。厕所，该不会这个玩水吧？没有，哎呦，车库里面吗？你听到火的声音啊？哇，起火啦！快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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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点！呀，滑倒，滑倒！呀，快，我灭火器，我灭火器！哇，烫烫烫！哦，超危险的哎、欸！呀，电死了！啊！好，这次我一定要让小孩活下来。人呢？太难了吧！这小孩都一直乱搞的哎、欸。这里没有，听到砰砰砰砰的声音啊！浴室，浴室也没有，客厅呢？人呢？都没有。哎呀，在外面吗？没，这边也都没有哎、欸。回去屋里再找找看吧。呀，在这！不行不行，哇，差一点让他吃到生肉啊！哦吼，哇，但是我水果也都吸掉啦。哎、欸，他现在要干嘛？他现在要干嘛？呀，吃什么？哦，没事没事，应该没事没事。哦，现在要去哪？去哪？去哪呢？这边呢？哎、欸，可以不要让他到这吗？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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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这边有很多危险的东西啊！先吸吸先吸吸。呀，没电了！呀，他个玩友哎、欸，不行不行！哟，丢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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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柜子里面有什么？先看一下。棒球棍，这都不行啊！这超危险的。丢掉丢掉，棒球棍也不能给他玩啊！一下，这上面的东西他会喝啊！哎、欸，呀，好，都丢掉，好，关在里面。哇，这样应该算是安全啦。呀，出来了！这要给玩什么呢？应该都还好了吧？这汽油桶它可以玩吗？它可以吃吗？应该不行，它吃不掉。哎呦，撞开了！你要拿着油漆桶去哪？这个玩垃圾桶不行。人呢？呀，不要给它玩好了。感觉迟早会玩出人命。哎，不要进去！不要进去啊！完蛋了！呀，不行不行，关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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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打开关掉。耶！不要，真想洗澡是不是啊？哦，出来了，出来了，出来了，关好，不要乱玩吧。等一下，这边、这是什么？他感觉要乱吃乱喝啦！不行不行，都丢掉，都丢掉。哟、他拿着什么？不要不要不要！哟、倒了倒了倒了！哇、哦，我感觉这次可以。哎呦，他拿了什么？啊，拿钥匙，钥匙应该还好啊，没事没事没事。哎、欸，不行。他是要拿去插插座啊！哈哈，还想插插座啊？不可能！我让你活下来！这里的东西也都丢掉啊！哎、欸，这给我吃哎、欸！靠，吃洗衣机啊！光头也都丢了，该还行啊？没有啊，他鞋子在扣啊！哎呀！喂他喝这个可以吗？不行，冷冻库呢？啊，不要，他把自己关起来了。哎、欸，出来啊，出来！哦，最后一分钟了，让他活下来就可以了。来吧，剩五十几滴血，有水果吗？呀，我现在也没办法去拿水果啦。出来啊，最后三十七啊，最后三十。然后卡在这，卡在这可以吗？啊，不行！奇怪，这超反的，不要一直关啊！最后六了啊！好，经过那么多次惨痛的教训，
这次我一定可以让婴儿活下来。来吧，客厅都没有。呀，在这里面，完蛋了！哇哇，他差点死掉啊！不要给我玩哦，先把东西都洗一洗，这边太危险了。哦，这里还有另外一台 ，nice nice nice。哦，这次我拿了两台吸尘器，这次一定可以。啊，手上给我拿什么啊？先把它抢过来吧。过来，不要给我过去。啊，爬爬爬爬爬爬爬 ，nice， 血还是100。哎呀，坏掉了。那现在去厨房了，最危险的地方。吸尘器随时准备好啊！想去哪呢？东西先吸掉吧。啊，没电了，这还有一个。东西吸吸，东西吸吸。好好好，差不多这样，差不多这样。啊，然后水果再喂一下吧。哦，喂水果也可以拖时间啊，这超危险的，丢了。丢了，是要去哪啊？玩球啊，玩球不是很好吗？好，没事没事没事，啊，现在血还是100啊，我感觉这次很有机会。丢了丢了丢了，哦，跑到外面来，可以吗？这次，对，乖乖的在这边散步就好了。哦，对呀，感觉到去水水池啦，先给他套泳圈吧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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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人呢人呢？哟，果然果然要去水池了，套泳圈套泳圈，啊，乖乖套泳圈啊，那好多了，哎呀，我血好像快不够了哎，什么东西可以补啊？吃一下吃一下，啊，这样好多了。现在冷了啊，很好很好，乖乖游泳啊！我觉得我再去拿一个那个救生圈好了，来再拿一个。呀，完了，救生圈脱落啦！乖，最后了最后了，快点快点套上去套上去哦，那就不会溺死了吧？浮起来浮起来，对。好，最后一分钟了，这次一定可以。再拿一个，来，不要再挣扎了，我会让你活下来的。最后30秒，想游啊！27，哦，上来上来了，呀，又要跳，不行啊！可以可以可以，我用这个钳制它。6，5。4、3、2、1，哇塞！终于，终于让婴儿活下来了。好了，那我们今天呢实况就到这边了。如果大家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帮我点个喜欢，也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。那我们下次影片见，大家，拜拜。